意应清清如雾，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。吾作此书时，尚是世中一人，汝看此书时，吾已成为阴间一鬼。吾作此书，泪珠和笔墨齐下，不能尽书而欲搁笔，又恐汝不察吾衷，为吾人舍汝而死，为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，故遂忍悲为汝言之。吾挚爱汝，即此爱汝一念，使吾勇于救死也。吾自遇汝以来，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，然遍地星云，满街狼犬，称心快意，几家能够？司马青衫，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。欲云仁者老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无幼，以及人之幼。吾充无爱汝之心，助天下人爱其所爱，所以敢先汝而死，不顾汝也。汝提吾此心，于提气之余，亦以天下人为念，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，为天下人谋永福也。汝岂勿悲？汝亦否？四五年前某夕，吾常欲曰：予使吾先死也，吾宁汝先我而死。汝初闻言而怒，后经吾婉解，虽不为吾言为事，而亦无辞相答。吾之意盖未以汝之弱，必不能经失吾之悲。吾先死留苦于汝，吾心不忍，故宁请汝先死，吾但悲也。嗟夫，谁知吾足先汝而死乎？吾真真不能忘汝也。回忆后街之物，入门穿廊，过前后厅，又三四折有小厅，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。初婚三四个月，时冬至望日前后，窗外疏梅山月影，依稀掩映，吾与汝并肩携手，滴滴切切，何事不语，何情不诉。及今思之，空余泪痕。又回忆六七年前，吾之逃家复归也，汝弃告我，望今后有远行，必以告妾，妾愿随君行。吾亦既许汝矣。前十余日回家，既欲乘便以此行之事与汝，即与汝相对，又不能启口，且以汝之有身也，更恐不胜悲，故为日日呼酒买醉。嗟夫，当时于心之悲，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。吾诚愿与汝相守一死，地今日，世事观之，天灾可以死，盗贼可以死，瓜分之日可以死，监官无礼虐民可以死，
吾辈处今日之中国，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。到那时，使吾眼睁睁看汝死，或使汝眼睁睁看吾死，吾能至乎？亦汝能至乎？既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，徒使两地眼成川而骨化石。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？则教死为苦也，将奈之何？今日吾与汝性双减，天下人不当死而死，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，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？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，不顾汝也。吾今死无余憾，国事成不成，自有同志者在。一心已五岁，转眼成人，汝其善辅之，使之效我。汝腹中之物，吾以其女也，女必向汝，吾心甚慰。或又是男，则亦交其以父之为之，则吾死后尚有二亦动在也。幸甚，幸甚。吾家后日当甚贫，贫无所苦，清静过日而已。吾今与汝无言矣。吾居九泉之下，遥闻汝哭声，当哭相何矣？吾平日不信有鬼，今则又望其真有。今世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，吾亦望其言是实，则吾之死，吾灵尚一一傍汝也。汝不必以吾履背。吾平生未尝以吾所至遇汝，是吾不识处，然遇之，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。吾牺牲百死而不辞，而使汝担忧，的的非吾所忍。吾爱汝之，所以以汝谋者，唯恐未尽。如幸而偶我，又何不幸而生至今日中国？无幸而得汝，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？足不忍独善其身。嗟夫，今短情长，所谓今者，尚有万千。如可以摸你得之，吾今不能见汝矣，汝不能舍吾，其实是于梦中得我乎？以痛。心为三月，念六夜四苦，亦动手术。家中诸母皆通文，有不解处，望请其指教。当尽无益，为幸。